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反射波的电场的 H， 刚刚那个反射波是假设而已啊，是假设啊、哦。刚刚那个我、不是刚刚讲的是入射波啊，是我们已知。现在我们要假设反射波，哈，反射波要假设，假设它的反射角是西塔 r， 波面上任意一点的位置向量可以写，还是写成这样子哈。好，反射波行进方向的单位向量 k， 好，马上要写出来，就说这个我们优先要把它写出来。你在这个式子还没有出来之前，你就要把这个 k 哈先写出来。那个 k 你可以看这个 kr， 这是 kr。它可以分什么？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对不对？啊，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啊，这个分量是跟 z 方向相反，所以负 az cosine 西塔 r。啊，这个是跟 x 方向相同，所以它是正的，啊，正的啊，正的这个 k 哈、啊。乘上这个正的 cosine， 这是 sin theta r 啊，反射波的磁场啊，所以它这个 x 方向是正的 ax sin theta r， 这个负的 az cosine theta r， 这个要写得出来哈、啊，你要从那个图上面呢去看，图上面去把这个关系写出来。啊，反射波的波面方程，那就是这两个 dot 了。啊，这两个一 dot， 它就变成 a， 这个 dot 以后就是 x 乘 sin 西塔 r， 负的 z cos 西塔 r， 这一项没有啊。于是反射波电场向量是可以假设它是这个，这只是假设啊。到底它是不是 AY 的方向，我们假设它是 AY 的方向，到底是不是 AY 的方向要看这个 EOR 的值而定，它是正的还是负的而定啊。 OK， 好，我们假设它是这个，我们讲啊，假设它是这个，那么它后面要注意啊，反射波啊，后面呢啊，后面就是变成这个了，后面这个 kr dot r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这还是负的这个啊， k kr。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x 方向仍然是朝正 x 方向行进，然后这个 z 方向呢负负得正，它就是朝负 z 方向行进 ，OK， 好，假设是这个了哈，好，那么反射波的磁场呢，我们又要用这个式子来算了，啊 ，eta one， 然后 kr， 就是这个，我说 kr 很重要，你一定要会写，这个写错了就糟糕了哈，以后全错了。cross a y e r 这个，然后你把这个做 cross 处理啊， a x cross a y 是 a z， 这个是 a z， 然后这个 a z cross a y 是 a x， 所以负负得正是等于这个啊，那么整个这个向量就是这个 h r， 这还是假设值哦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现在有两个未知数了，一个是 ERO 是未知数，一个是 θ R 是未知数啊。啊，反射波的电场与磁场的单位向量分别就是这个啊。好，那么反射波的 H 场跟电场都知道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反射波的总电场就求出来了，总 H 场也知道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决定它这个式子里头的 ER EOR 到底是什么， Theta R 是什么，这个就要用边界条件来决定。好，边界连续条件就是区域一与区域二的电场切线分量要相连续。告诉各位，你这句话一定要写出来啊，提醒你自己是切线分量 OK 啊，你不要去光记这个，是有的同学光背啊，光背这个啊，跟这个条件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啊。我跟你讲，你如果一个考官如果要测定你懂不懂，他就看你这个做的题目里头有没有这一句话，你晓得吧？啊，有没有这一句话，有没有用到边界条件啊？你边界条件是电场的切，这里是有一个是电场的切线分量相连续啊。那么 E1 T 啊 E 的 1 就是第一区总电场的 T 就代表Tangential component 啊，它是在边界的地方啊。 X 可以任意值，但是 Z 一定是零。好，那么在边界的这个地方，这个电场呢，它这总电场是等于入射波跟反射波合成的了，所以这两个反射波加起来一定是在 Z 等于零之处啊，才有这个条件啊。这个 Z 等于零之处，那么它等于第二个波就是第二个介质里面的电场的切线分量，第二个电场的切线分量一定是零了啊，因为它是理想导体嘛啊。好，那么这个等于零，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值带进来，你看一入射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入射波啊，不过它后面还有一项啊，一项这个它是本来是J 括弧 beta 1X sin theta I 再加上 beta 1可以提出来了哈，再加上这个 X 再加上 Z cos theta I， 但是 Z 等于零嘛，所以这个那个 exponential 就不见了哈。我们可以朝前面看，你看这个等于零的话在 Z 等于零的话这就没有了，就只剩下电场也是一样哈，就剩下这一项。好，那么这个恒等于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两项都完全一样啊，这个要等于零啊，恒等于零啊，你看这是 exponential 啊， exponential 它是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无穷多项的一个级数之和啊，无穷多项的级数之和。那么无穷多项里面啊，那你这个 x 啊，x 在任意位置 ，x 可以等于任意位置啊 ，x 等于任意位置。好，那你这个任意位置都要。这 x 可以等于任意位置的时候，你 x 是可以是任意位置，但是这是代表一个无穷项的级数之和啊。那这个永远加起来要等于零啊，不管你是 x 在哪里啊，这无穷多项加起来都等于零。那这个机会啊，非常非常小，只有一个机会，就是说这个式子等于零的机会就是。这两个 exponential 项
要相等才会是零，就约掉了。否则的话，你看，啊，这个是无穷多项，这个也是无穷多项 ，x 又可以是任意值，那这个加起来怎么可能会是？你随便变一个 x， 它都是零，那怎么有那么巧啊？所以我们由这个判别说，啊，这个跟这个，啊，一定要相等才可以，啊，才可以令这个式子等于零。所以说 ，x 为任意位置，为任意值的时候，能够使这个式子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个东西。好，当这个 exponential 相等于这个 exponential， 那就是什么？theta r 要等于 theta i， 啊，好，那这两个是相等，约掉了，那 e o i 加上 e o r 等于零，那就是 e o r 等于负 e o i 啊，我们就把这两个解出来了，啊，解出来了 ，OK， 好，这个你回去要仔细的把它思考一下啊。把它弄懂，不要随便背出来哈，你不要花，哎，你不要花一秒钟去背一个你不晓得的东西，一秒钟都不要去花，你花的时间越多，你损失越多，因为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把它背在脑子里头啊，这些东西将来都是垃圾啊，对你毫无益处，你要用多用时间去思考，啊，去做练习 ，OK， 好。解出这个来，你看现在啊 ，EOR 是跟 EOI 符号相反，那就表示你假设的原来的这个反射电场的方向对不对啊？假设方向不对了，对不对啊？所以介质一当中的总电场呢，啊，这个时候求出来了啊，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啊。你看这个 EOR 本来是加 EOR 啊，那 EOR 等于负 EOI 就提出来了啊，提出来了。好，这两个 exponential， 因为这个本来是合并成为一项的了，这个跟它合并成为一项 exponential 也合并，但是因为这个是大家共有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项提出来，里头就变成这两个 exponential 的，相减，啊，这两个 exponential 相减，那它就变成 j 二，这个 ei 本来就有二 sin 的 beta one z cosine theta i 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得到的是。电场的总波，啊，它是一个柱波的形态哦，哈，我讲过那个是一个，柱波的形态。好，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把总磁场哈，因为 E O R 已经知道了，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总磁场把它写出来，总磁场，啊，写出来。Okay， 好，我们已经把里头的 EOR 把它变成 EOI 啊，已经把它变了，就变成这样子啊。原来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一看 H 啊 ，HR 原来是这个，对不对？这 EOR， 那我们现在把 EOR 啊。reflect 这是 reflected wave 啊，那么它的入射波的形态，入射波是这个啊，入射波，等一等啊，哦，入射波在这里，啊，这是负的 ，OK， 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EOI。EOR 变成负 EOI 以后，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啊，加上这一项，这是入射波
这是反射波哈、啊，这是这原来就是入射波、反射波，还没有带进去。那现在我们把这 E O R 等于负的 E O I 带进去，啊，带进去。结果我们整理以后啊，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啊。这里头我跳了一下哈。啊跳了一下 ，OK， 啊，那么你把这个式子 E O R 变成 E O I 带进去以后，啊，然后你再把它整理一下，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好，那么这个也是驻波的形态，这个也是驻波的形态，就是说它有两个 component。一个是 AX， 一个是 AZ， 啊，然后这个地方代表的就是实际上的方向哦，已经用 EOI 代表以后，这就是实际上的方向，这个跟我们原来假设的方向相反了哈，啊，注意，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合并，这两项合并，二。E O I over eta one 负号提出来，这一项也提出来，那里头呢就是这一项负号哈、啊、提出来了变正的，然后这个啊这一项也提出来啊，负号提出来才也是变正的，变成这个。这是 H 场的，就是 H 的总反射波 ，H 场的总磁场，就是反射波的总磁场啊。好，那么我们等等要算它的 pointing vector，pointing vector， 所以我们把 H 场的 complex conjugate。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啊 ，complex conjugate 凡是有 j 的地方都变成正的，看到没有？有 j 的地方都变成正的，啊，这样子的，啊，都变号，不是变成都变号，这个变正，这个变号，啊，那么，所以在介质一中 ，pointing。Vector 的平均值，啊，这是指时间平均值，它就是二分之一 real E1 cross H1 star， 啊，那么我们把这个 E1 跟 H1 star cross 以后呢，它就变成这个啊，你们自己去带一带看，去算一算看看啊。然后我们现在取实数啊，这个是虚数，这个是实数啊，我们就取这一项，二分之一跟四约掉就变成二啊，一 OI 啊 sin 西塔啊，所以它的 pointing 向量的平均值啊是等于这个东西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由这个式子，我们由这 pointing vector 的平均值，我们看出什么东西来？平均功率流就是 pointing 平均的 pointing 向量啊，在波的行进方向就是 AZ 上面没有分量。它只有 AX 方向，就是波的传播方向，因为它是斜射啊，斜射。那么 Z 方向 X 方向呢，它有分量，这个分量呢啊，入射波是 Z 的方向是正的，反射波 Z 的方向是负的，正好消掉了啊，因为它是 totally reflected。 那么于是啊，我们就知道它在 Z 方向上面没有分量，因为 Z 方向是驻波，只有 X 方向呢
是行进波，啊 ，X 方向是行进波。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波有90度的相差啊，相位相反之故，这个结果啊，正如预期啊。就是说，这两个波啊，这个方向没有这个，就 Z 方向，啊 ，Z 方向它没有分量，因为呢，啊，你看 HY 是最大值的时候，啊 ，EY 是最大值的时候 ，HX 是零 ，EY 是零的时候 ，HX 最大值。然后这两个 cross 就是零了哈，所以它在这个方向上面没有这个功率密度的平均值哈，只有 x 方向才有。好，第二项我们看出来就是说，由于理想导体它不会吸收功率，理想导体不吸收功率哈，因为它没有电阻。电磁波又进不去，那又没有电阻，所以它不会产生这个热功率来消耗这个电功率、电磁功率。所以在 Z 方向上面 ，E1Y 跟 H1X 都呈现了驻波的形态。这个可由电场含有啊这一项以及这一项两个因子。得知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啊 ，H1， 你看这个跟这个啊，它有这个因子 ，OK， 它是驻波形态啊，有这两个因子就是驻波形态了。由于功率流的 X 分量。是正时数 ，x， 啊 ，x 方向就是这个是正时数，有平均功率，所以它有平均功率呢，是沿着平行界面的方向流动，啊，所以说，这个功率啊，在跟界面垂直的方向没有功率，因为它是驻波的形态，跟。界面平行的方向就是 x 方向，那么它是行进波的形态，所以它的功率流啊是朝 x 方向行进。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啊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它不是均匀，不是均匀者，而是与位置 z 有关。你看，假如没有这一项的话，那它这个就是一个常数啊。可是它不是，它有这一项，那就是说，它跟 Z 有关呢、啊，就是说跟这个导体平面与导体平面的距离有关啊，因为它这个驻波就是这样子的嘛，这是平面啊，然后这个驻波啊，驻波。驻波是从这个 Z 平面 Z 等于零的负值那边去哈、啊，所以它的波幅啊跟波节、啊、都是 Z 等于负的什么值哈、啊，所以你 Z 不同的 Z 的位置不同，它的波节位置就随着波节的位置 Z 也不同哈、啊，那。波幅的位置 z， 也波幅的位置也跟 z 有关，就是说，它的值每隔二分之一波长，就是另外一个波幅啊，波节也是一样啊，两个相邻波节之间的距离是二分之一波长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波啊，我们说它就是一个不均匀的平面波，怎么叫不均匀呢？比如说这个是界面，啊，波从这里来，
从这里来，那么它现在的坡变成什么呢？就是说变成朝这个方向是柱坡，朝这个方向是行进坡，所以柱坡呢有坡节，有坡腹，有坡节，有坡腹，就是说坡节的地方强度最强，坡节的地方强度等于零，坡腹的地方强度最强，所以它这个整个朝正 X 方向传播的电磁波啊，它不是说在 Z 轴所有的这个位置上面呢、强度都一样啊，它有的地方强，有的地方弱，有的地方强，有的地方弱，因此它是一种不均匀的平面电磁波。OK， 好，我们再看这一项啊 ，E one Y 跟 E one X 两项都有一个这个就代表行进波了啊，这表示说在介质一中波在 X 方向行进哦，波在 X 方向行进，那 Z 方向是柱波。没有行进，就是说它的强度是有一定的位置啊，一定的位置它的强度是等于零，一定的位置强度最大，有的位置呢强度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就是不是一个强度不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 Z 的方向上面，所以朝 X 方向的这个平面呢它的波强度呢不是处处都相等，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不均匀的平面波啊，这就是下面这句话，由于振幅与位置有关，故这个行进波不是均匀的平面波啊，它的振幅为零之处可以由这个式子算出来啊，振幅为零，那么我们就看 E1 我们可以画成这样子啊，本来就是画成这样的。好，这个等于零，这个等于零的话呢，我们知道二也不是零啊 ，EOI 也不是零啊，那这个也不是永远是零啊，啊，不是处处为零啊，那这个是恒等于零，那就表示说啊，不管你是不是零，其他的都不是零，它还是零，那一定是这一项等于零啊。这一项等于零就表示括弧里头这个角度啊是等于派的整数倍，这负的什么意思呢？因为 Z 是在界面的左边哈，界面的左边，那就表示这个 Z 只有负号了啊， Z 等于正的是在导体里面的，不可能在导体里面啊，从这个式子里面我们把 beta 1用2派 over lambda 带进去啊，那等于这个，于是我们就可以解出 Z 是等于这个东西， Z 就是什么波节的位置，波节的位置啊，比如你这个我看看有没有凸出来啊，有出来啊，波节啊，这就是波节的位置 ，OK， 波节的位置，我看到它的波节，这是反射光。好，那么这个就是波峰跟波节啊，这个就是它的波节位置，没有错了啊。波节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 Z 等于这 N M 等于一啊，这 M 等于零， M 等于二， M 等于三啊，这个地方平面波强度是零啊，那就是说你这个波这样传过去的时候啊它这个平面波呢这个地方是零，这个地方最大，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介于零跟最大之间，是这样子的一个平面波。那这是波节的位置，波节的位置就表示电场是零了，
这是电场的波节了。好，那我们知道导体表面也是电场是波节啊，电场是波节啊，啊，所以你看也是波节啊。如果我们在这里摆一个导体薄片，摆一个导体，就是波还是从这里过来，还是从这里过来，从这里过去，波哈，本来是在这里斜向入射，然后反射啊，我们说斜向入射反射啊，斜向入射反射，好，那么会在这里产生驻波，这个也是驻波，产生一系列的一系列的波节。如果我把这个一个导体薄片摆在这里呢，也是理想的导体薄片呢 啊那么这个入射波从这里进来，然后从这里哈、啊、进来也是反射，然后它这里是波节，那这个也是波节，这个也是波节啊，所以说你把它摆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波的形态跟原来这个波的形态是完全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啊，没有改变，因为你这个正好摆在波节的位置嘛啊，它这个是这个意思 ，OK。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导体表面的感应电荷与感应电流密度。电荷密度跟电流密度。好，我们现在由这个电场是等于这个啊，那E1是这个提出来啊，乘上这个，这个符号它又没有出来了啊，乘上这个，这是它的总电场，这个是总磁场。好，在导体表面的感应电荷密度Z 等于零啊，导体表面 Z 等于零了啊，它的 N2 是负 AZ 的方向，是导体向外。好，那是电荷密度呢啊，我们就是用这个式子啊，用这个式子，因为 D2 等于零啊，那N2 就用负 AZ 带进去 ，dot D1 就等于 epsilon 乘上 E1 啊，乘上 E1， 这是表面的啊，这个是任何位置的啊，那么 Z 等于零，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Z 等于零啊带进去。E1 它是 AY 啊，我们就看这个，其实因为前面这个到这已经是零了啊，给这个用 X0 带进去，那么 AZ.AY 是零嘛啊，所以就是等于零，因此呢在导体表面呢、啊，没有表面电荷密度，没有啊，没有表面电荷密度。好，那么导体表面感应电流密度呢，我们是用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好，这个式子里面 Z 等于零还是一样哈，在 Z 等于零之处嘛，这个还是一样，把这个带进去 H1X0， 你把这个 Z 等于0带进去啊， H1 就变成这样子哈， H1 OK 变成这样子。好，那么这两个 cross 以后呢啊，这是 cross， 不，刚刚那个是 dot 啊， cross 以后啊就变成这个，我们现在看看 H1 是这个，本来还有两个东西啊，本来有两项 ，Z 等于零呢，
这一项是零了，所以它 AZ 这一项就不见了，它只剩下这一项啊，只剩下前面这一项 OK 啊，是这样子的啊，只剩下这一项。好，于是这个 cross 以后呢，它就变成这个啊 current density。 你看它的分布也是行跟这坡一样哈，它不是固定的，它跟这个以后也是跟时间有关的哈，它然后它的跟时间有关 OK 啊，它是这个。所以 JS 啊就是表面电流密度啊，我们把前面那个前面那个东西呢，那先带进来，啊，然后 take real 这个等号不要，这个等号都打了哈、啊，这个等号不要哈、啊，这个等号把它去掉 ，OK。然后就剩下这，就变成这个，因为这个地方你取实数就变成 cosine 了。于是它就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把这个 Omega 提出来，里头可以画成这样子的啊。好，我们看这个功率流的平均值。好，那么它的好，我们看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time harmonic form， 你把这个乘上 J 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那么这个合并就变成取实数就变成 cosine 啊，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表面电流密度啊，它表面电流密度呢，它也不是说固定在一个地方是怎么样子，它这个表面电流密度的强度也是跟波一样，是可以啊不断的向 x 方向传播的啊，就 X 方向变动。